说老佛爷对小燕子不满还说得过去，可是温柔贤行径疏达大礼，为什么也得不到老佛爷的宠爱呢？如果说老佛爷对小燕子不满还说得过去，可是温柔贤行径疏达大礼，为什么也得不到老佛爷的宠爱呢？两位朋友，你杀了我吧，蒙丹但求一死。他伤得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我真的没有把握呀。哎，你说呢？那几箭都是你，箭都是你刺的。你磕头了。三位娘娘，我是五阿哥，你不能拜我，你是父皇的妃子啊。快起来快起来，我是皇上御前侍卫魏廉的额驸，你怎么可以跪我呢？八个永琪，还珠格格小燕子，明珠格格紫薇，回族武士蒙丹，柳青柳红你都认识了啊，这是我们的小姐妹亲锁。在下福尔康，是大学士福伦的长子，当今圣上的御前侍卫。我求你一定要答应我。我答应，我答应，什么事我都答应，一千件一万件我都答应。你说，回北京去求皇阿玛原谅你，然后娶晴儿。